那来搭口是资办叠迁徙必经的地点，为着要迎接资办叠的来临，高工桥已经完成保护网的架设。当地居民表示，以往这个时阵还未有资办叠来出现，不过最近已经开始有看到。今年是真要未？嘿，啊，今年较少热嘛、嗯？今年较少热，当然较早。嗯，较早来。啊，去年有雨啊，今年无雨。嘿，今年较早。嗯，较早。啊，你做哪？固定哦，南方头我做些。这时的天气是愈来愈热，高速公路桥口真好个商店的空间，附近居民嘛拢会伫遮乘凉。因讲置办店的数量一天一天增加。今年鞋贩会较少哦。会较少哦。嗯。这两天拢有吗？有啊，漳州有啊，苏州有啊。漳州就拢有啊，对。哎，当兵咪只，也就都买街买袂当过啊，就带直加直加。哦，直加呢吼。有啊。要过也袂当过啊。啊，当年就是即马，今年甲往年有啥物较无共无？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嘿，这好天就渐渐来啊啦。哦，开始渐渐在有啊。系啊。会使游客会使来看就对啊。会啊。根据当地居民表示。一般置办店拢会伫清明的前后来出现，不过今年可能气候较热，置办店提早来出现，伫附近拢会当捡到未少飞未过的死鸭。位于花草来看，拢是小置办店。从今天来看的话，吼，因为这两天的时候，大家在地咱家时段一直在讲吼，这阵刚来时阵鸭吼有陆陆续续的出来吼，啊，所以咱咧看下就讲今年诶置办店迄个量吼应该未少啦吼。啊，这是拢一寡较先遣部队吼，啊，未来吼，伫希望伫咱置办店活动期间吼，会让蝴蝶吼会更较大量会来出现安尼。相信对着天气变热，会愈来愈多。那来乡公所嘛，将盛大来举办乡置办店的一连串的活动，欢迎全国的乡亲来那来乡铁佗乡店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